看完 4.2 前瞻直播后，请问给你1000块你抽水人吗？抽啊，肯定抽啊，白给的肯定抽啊，水神这么漂亮，看他叉 P 塞钩的。如果给你1000块你抽不抽水神？抽啥抽啊，我可是 Oliver Nilo 的 Goddess Star， 我要抽白族，让你绽放再次伟大，众梦万岁。如果给你1000块你抽不抽水神？当然抽了，我本来就是要抽满命，还可以省钱，干嘛不抽？1000块钱还够我多抽一把专武，多好！知不知道最强水元素单手剑的含金量？请问，如果我给你1000块，你会不会抽水神？不抽，傻人才有傻福。我智商高达250，抽它岂不是拉低了我的智商？请问，给你1000块，你抽水神吗？你看我这身打扮，应该知道我不差颜值，肯定是全抽满。要不要那1000块钱无所谓。